甲状腺风暴好可怕，妈妈怀孕酿悲剧。一个孕妇十几周，这两天就是一直在发烧，那再加上她就是一直呼吸越来越喘，然后意识看来越来越不对劲，然后又吐又拉。后来就是检查之后发现她那个肺部其实都已经就是有水肿，出来的那个心跳就大概150几下。后来才发现其实她其实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那时候就是小孩其实已经就开始腹中了啦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